今日是3月21日农历2月30日，今日最啱交易立约和上梁。上梁即是安装屋顶最高的那条大梁啊。不过今时不同往日，建筑物以钢筋混凝土为主，所以很少有上梁礼仪啦。今日最旺的生肖是鸡，他们人缘好好，尤其是做销售生意的你，可以获得客户信赖。属鸡的曾比特虽然就不是做 sales， 不过做生梗是最重要人缘啦，因为要有观众缘。最近他在铜锣湾 busking， 啲 fans 就逼爆成条街，明显人缘旺爆。属马的人缘运一样不错，早排星爷先话收马女蔡思贝做靓，获得前辈赏识，人缘梗是冇得输，事事顺利啊。属虎兔猪的朋友今日运程都 good 噶。出条问题考下大家先，估下下面边只草药是真的 ？A 三叶一达拉 ，B 五叶一个瓜 ，C 七叶一枝花。俾啲时间你啦。是 C 七叶一枝花啊，是攞嚟烧种止痛噶。估错唔使灰心，听日再嚟啦。